开始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只是做示范，像他这样不走就大概，如果撑个十几二十秒，我要抖，我就先在那边落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那边有水池，就自己下去了，可以去诱导，但是不要拖，再说微微拉一下，引诱一下可以，诱导一下可以，但是不能拖。 好，像这种雪雕，我们就不要养，啊、不是，我们要多教啊，多训练，给予关怀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雪雕你不想再浪费时间，我们就后方有薰衣协会的猛禽在现场10点半，帮你多教一下。我刻意要求猛禽全部收到后面去，就是怕攻击到小动物，里面好几只会打狗的，知道高雄以前叫打狗吧？ 对，他们就是专门打狗的，从高雄来的。高雄。好，像他这个经常都错误示范，这样了解吧？好，这样知道哈。像这种哦，基本上这样的雪雕哈，我们就以后在家里养就好，不要带出来。拿出来。我们这个是叫做运动会，啊，不是来这里遛雕大会。哎，有了，有 feel 了，有 feel 了，啊，有 feel 了，对对对，然后掌声一下，掌声一下，终于有点感觉了。这个还常带出来哦。有，看起来第二名快出现哦。 不要给他咬到哦！结果最超的是主人啊！有！哎，不要跑错，不要跑错啊！来来，回终点，回终点，来来来来来！哇，这个是看到感动！哎哎，要回到这里，要回到这里，要回到这里。